前出席微博之夜活动，以一袭蓝绿色羽毛礼服亮相，散发出仙女气场，惊艳众人。经修照释出后，迎来众多粉丝大赞不已。然而网上流出刘亦菲现场未修图过的照片，只见她露出的手臂有些粗壮，整体相当圆润，和经修美图差别相当大。而其中一张背影照片，甚至更被网友批虎背熊腰，还有人毒舌，第一次看到这么肥的孔雀。刘亦菲应该是身图和经修图差别最大的了。不过许多网友也为刘亦菲抱不平，谁说仙女就一定要瘦的？其实不是刘亦菲需要减肥，而是娱乐圈的瘦猴们需要增肥。什么时候能放弃对女生制造身材焦虑？真的好刻薄啊！